原标题《妖猫传》中，让大唐王朝伤筋动骨、持续九年之久的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四个简单的汉字背后，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这场叛乱，并非电影《妖猫传》中那样简单的拆散了唐玄宗和杨贵妃这对情侣的甜蜜生活。很多人对安史之乱缺乏了解，认为这仅仅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叛乱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。事情比电影要复杂。